中国报男子自学练毒，妻子小心贩毒也风流。猫咪插鼻螃蟹鸡块缩水失去原味 ，KFC 毒液逃不全因飞蛾。在路上开车或骑摩托的朋友呢，骑着骑着最怕遇到的东西是路洞，不小心撞进路洞，注定路洞的发生率大幅上升。蛇飞蛾飞蛾，蛇飞蛾飞蛾，蛇飞蛾飞蛾，蛇飞蛾飞蛾。不过对路洞这种意外的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自叹倒霉，也可能怕麻烦，也不知道要找谁去追究责任，所以就没有算有关超级路洞。但是本地有名男子，他坚持向州政府以及动物维修公司提出了法律诉讼，从事情发生到法庭下判，虽然兜兜转转没有判决取消性，终于成功为自己讨回了公道。然后新山法庭昨天宣判男子胜诉，负责维修动物的公司因为这个漏洞造成了意外，需要向男子赔偿72万1000令吉，是的，是超过了72万的赔偿。那漏洞意外呢，是发生在2022年2月，也就是3年前。这名49岁的男子呢，骑着摩托在柔佛巴西古道马上从前往长江的路段，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撞到了漏洞。这个漏洞呢，不止让他的摩托失控，也害这个男子呢被另外辆车子给撞坏了。那个时候啊，他的肩膀、手臂、手指、头部都受了伤。起初呢，这个男子呢就将柔佛州政府及道路维修公司都一并告上法庭的。于是男子后来撤回了对柔佛州政府的诉讼，而这起诉讼在经历了接近3年的审讯之后呢，法官就裁定柔佛州政府指定的道路维修公司在这起事故当中出现了疏漏，那加上案发路段的封装降级不足，因此道路维修公司必须向男子做出赔偿。那漏洞意外的受害者成功索赔的案例，其实就并非是唯一的一个案例。我们顺道给大家举一下，2019年，湖南当州大巴路有一名维修人员，他因为不慎撞上了积水的漏洞，让他在这场意外当中失去了左手。在法庭之后呢，这场意外是道路情况下轻轻所导致的。这个男子最终呢成功索赔60余万2000令。2022年，雪州嘉义地界有一个漏洞被人撞上。最终呢，需要赔偿近3000令吉的轮胎和相关的这个费用。即便是在高速大道，因为路洞和路障，其实也有成功损失的案例。那好，如果真的是不幸因为撞上路洞导致受伤，又或是蒙受损失，那么立法怎么做呢？他们根据责任索赔吗？根据《医生早前的资讯特别节目《热报之光》中，经常处理路洞意外案件的律师会强行一救。一旦确定了相关的路障跟损伤，那么受害者就可以向有关的单位进行索赔。双方要是双方除了要在现场拍照求证、切证，一定要第一时间在场作案，再来搭配全局律师的意见，了解诉讼的全面，还有自己应该如何索赔。好，那这个关于漏洞的新闻，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就跟大家聊呢，柔佛古刹最近就摆设了一个大剧场，什么大剧场呢？而且还起获了一份中英文的双语剧本。哎，大家会问，大剧场有什么话剧吗？干嘛要剧本呢？所以说，告诉你这些剧本的内容和它的内容。在生活当中，适当的开一些玩笑，能够博得别人的好感。不过，有一些玩笑可不能随便乱开。本地有一名23岁的男子，自从2年前他自己的一个玩笑，结果现在被警察抓了，还被带上去不太处理，太夸张了。